这边那边，几天几星？我都不来得了。就看慢你啦，我去收款去收啦。咩？你食就好啦啦。我讲下，你知唔？啲姐妹上大入铺做第一名医呢，等间食着药啊，也可能过好有人嘅生活啦。我食馒头。啊，到时阵吼，不管是馒头、鸡腿，还是你上爱食嘅糖啊，想要食偌济就偌济啦。真叫够好用的啦！哎，还得为人陪介绍，要老爷做细，你得早起那里还袂来咧。我们这个老爷真正每次客完这个做下手人的入球失常，难不得这件代志，叫阮头家娘知影，不知影袂安怎啦？阿弟啊，咱干安尼？小大兄。这问子嘞，您入派第一名医敢有滴？麻烦你替我通报一声。你是？我是第一名医的离婚者啦。哦，阿妹你们个祖先是离婚者，站站来，你来点。好、哦，就是这。就真卡爽。那个是名医啊，那可以搞上办公会啊。麦雅真讲吼，你比底下，我等唔知啊。跟走。真歹势啦！我王庆生哦，是招人上好起来的人啦。啊，你若做我的细姨哦，我绝对袂亏待你的啦。你在家？警察，这不准备好，想要欠我啦！你等下替我吐一口气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夫啦，顾警察，伊是庆兴药铺的第一名医。你想要是赶紧赶快回去的哦，安娜不好，我早就没帮你找。这到底是安怎？警察，你两兄弟第一名医，啊，这个高龄啊，伊又是什么人啊？老爷，你喜欢未婚妻，应该是阿瓦拉啦。未婚妻，阿瓦拉，伊在上庆生药房的头家，我等下第一次又在登岗啦。你要啥？我今日来了，甚至赶快出来讲，怎么在那找你？你竟然陪我，你干死人！你干死人啊！什么大事？你偷偷闹闹哈！来，我头拄啊落好鸡腿，本来要送到你的房间去，结果去到这里，交警来把我偷起来去。哎呦，我吃鸡腿。
做贼咯，人讲吼，细汉偷板布啦，大汉就遐偷牵牛啦。恁爸母无甲你教死好势，我就甲你教死啦。来啊，把手转好等下。是。鸡腿的钱，就有爱工作在扣好无？无你即摆是咧搞啥吼？你即个厝内面的下骹手人，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条件？你好好讲讲话，你咧有代志？老爷，我求你，把我那点债，只要你愿意原谅伊，我一世人再苦再难，拢会分到你的份上。老爷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刷刷去啦，刷刷去啦。家己若拍卦呢，迄若传出去哦，然后讲我王庆生啊，足无八顿的呢，家己回家，啊，你叫家庭一下，脾气不好啊，我换只口味。是。先生，算你今仔好运啦，阮今仔日来呀，吼，心情也袂歹啦，啊，那无又再死啦，来呀，等你吧。好啦，无代志啦，应该。奇怪，你倒唔是讲头家要食你豆腐？阿母厉害啦，甲我讲你伫遮做啥物第一名医，唔知好严个房间，即马真会讲人哦，咱知影要来嫁你做小奶奶啦。你讲，我有啥物面谈得去经营啦？阿我啦，我刚是想要较早甲你做翁仔某啊，你放心啦。我袂和你跟阿弟仔枵着的啦。为什么你头家因家敢那拢无囡仔来佚佗啊？这你都唔知呀。阮头家娘吼，已经老体三百啊呢。阮头家吼，一直想要娶细姨，俺哥头家娘你敢那妈祖无睬你遐，俺怎都唔肯答应哦。所以吼，即摆阮头家，你点点啊找要娶细姨的对象。好啊，安尼咱今暗。你卖少想啦，伊妈妈，我要叫细彤到顶困眠床啦。啊，你要困倒吼，我唔管啦。我管你哪间后白来吼，你得搞死我咪。哎，啊房间伫倒啊？你遐啦。来，那个。阿瓦拉发现讲，家己千里迢迢要来投稿的查甫人，竟然这样尔无路用。这阿瓦拉做小奶奶的美梦煞变成空啊！阿瓦拉全留伫阿王家做使用人，也是要到无意中煞叫发现另外一个真正会当乌仔变红红方块，会当为完成做小奶奶的美梦。阿爹啊，你讲是要拍我来阿爹？我来就好了啦。平常时你看你要照顾我，这些快点事我来陪你走。好啊，我要跑好啊。我知。上来不用。
还有什么人在？只有我，还有我小弟，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。我本想讲，今早在这上厝头，就把分开厝妹妹，当作所会，想要来找伊，想袂到来到这，也是同款，什么拢无。来呀，是你啦，我就到位啊。那呢，我先来替我用啊。好。你喜欢弄啊？阿弟，明天进去，向你跑。使用你这种代志，那恁代志会过去啊，好不好？我倒来啊！我可是唔得代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当真的叫我找他？除非你有才调去做人小奶奶啊，无吼，只能做一脚手人的，搞向糟蹋的命尔。阿哥啊，咱在里面。个性倔强阿我啦，一点都不认输。为什么背起树头做红红？下一步伊到底有什么计划呢？阿婶婶，你看阮王家好水是毋出啥问题啊？啊，若无我去庆生，那一直拢无后事啊。恁王家即是家务迄个当阿多虽然大，会当抵灾苦，但是因为一搭地下水都泄到地去，即使着家务我都不加惊，所以可能因为一个老心对老爹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忘唔掉啦，这已经是我第三个老爹啊啦。哦，原来是咱的洪水出问题啦。阿婶婶，你一定要替我解决这洪水的问题啦！啊，若无我个庆幸哦，一定会排解不好的罪名啦。啊，我替恁解决会当传后事的洪水歹用尽，啊，不过洪水也一解，就会更自在，这你敢管呢？只要阮王家有后事，阮无少代价。啊，不过为了防堵渗到地去，恁必须去找到一个王家祖婆来对。二万二十岁的噪音啊，来撞边啊迄位，安尼这么方式才做会起来。啊，若无我无保障保级。二万二十岁，阿弟啊，龙头龙大。嘿，你这死人啊！今天别搞我王家祖坟给你葬哈，我看到你就开门都回来，你走，你走嘛，你嘛，你嘛。我连你都怕了，你别为我，我怕了，阿妈，
等于这个怕了，那你阿贤太没掏钱了，下棋下棋。阿婶婶，我一定要进起来，找你所开出来符合你条件的那个查囡仔啦。啊，不过到时就要更麻烦你哦。卖不行啊！但阮王家三代单传啊，免到迄种人物头来改风水。为着世道的未来，也够，你个囝随便搞糟蹋。好，我的心一定要两摊开。阿、啊、你个爷做啥？你哪样处理？是小奶奶。老爷，小奶奶，我有一句话，唔知影是先该讲。你想讲啥？你做你讲。我是想讲吼，伫我故乡有借把西囝这个代志，假使风水若无法度改，其实只要小奶奶若同意，找一个愿意借把的人。不是比较风水更加简单。借把生囝，哎，我之前也无想到这个代志啦。迄借把生囝是比较风水更加简单啊。我无同意，我唔是未生啊，我只是。只是你逐摆闹心，你就闹天，对不？不是，迄人伫讲呢，不好忧伤，无孝为大。敢讲你爱我以后，无人替我捧斗。你爱我无面子，偷去我王家的祖公，不孝啊！你要用改风水方式来生囝，这我赞成啊。也不过以你的体质，你根本就做不到嘛。我以前我要娶细姨，你无同意，这我赞成。也不过。你即摆嘛要退一步啊，我爱当来照顾生囝。啊，若讲安尼，嘛着要找一个是较歹的人，若是互较人知影。